南投县民众服务社结合南投县政府，今仔日伫南投县妇幼馆来举办寒冬送暖、岁末团结的关怀活动。今年总共有254个慈善团体甲个人来响应，收费的便签号也将近600号，每一号发3000块的慰助金甲9公斤的白米。现场也有书法家写字，免费送春联来予弱势家庭，场面是温暖又搁闹热。由南投县民众服务社所发起办理的寒冬送暖活动，今年进入第6年，募集资源是逐年拢有增加。今年有来自各县市总共254个慈善团体以及个人响应，总共募集到206万甲5000公斤的白米。这逐年拢有在办啊，为逐年拢有啦，算讲有关照顾。帮助这无通食的人，我嘛真好啊，摕一寡迄个互我喏，我安尼感觉都过年过真好过啊。伫岁末寒冬的时阵，社会当中的边缘户，也就是政府名册当中照顾袂到的弱势家庭，是更加需要大家帮忙。因此，民众服务社是从县内13乡定期，特别是住伫偏远地区的边缘户，作为主要协助的对象。原来我在接这个民众服务社理事长之前，我们的前理事长就是林明珍林县长，他很重视。那所以我们现在每年都跟南投县政府合办。那平时其实我们也都有去关心啊，我们这个成效是非常好。那我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发放给，就是说有需要这方面物资的朋友。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话，过去一直是从林明珍县长他在担任立法委员延续至今。那民众服务社也一直都与县政府密切的合作。那今年的话，一共有民众服务社一共有13乡镇，他们各乡镇都整个发起了这一次的冬令救济的活动。在今仔日的活动当中，除了发放慰助金甲白米以外，也安排舞蹈表演，也佮有邀请书法家现场写毛笔字，免费送春联，或者弱势家庭来传达年节的祝福，场面是相当热闹，嘛，让受助民众拢感觉相当温暖。记者陈希昌报道。